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大智度论》啊。如果有讲义的话，它是在第十二页。我们上次讲到，那么为什么啊要写这个《大智度论》啊？就是说，他归敬三宝记完了啊，他就明照论之意啊，就是那为什么要写这本大智度论啊？那这其中第一个啊，那主要因为大智度论是在讲啊，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啊。那这个他第一个就在讲啊，就是佛就是讲这个般若，为什么讲般若，为什么要讲这个大圣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这其中讲到二十一个缘起，就是因为有这二十一个原因啊，所以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那大智度论就是在告诉你，第一个要告诉你般若经的重要啊，所以写这本大智论第一个理由就是啊，照论则义嘛，就是明般若缘起二十一世啊，就是这个是印顺导师说的啦啊，就是一龙树底下讲的，把它啊归纳成二十一个啊，那么佛为什么要说般若经啊？好，那我们先来看啊，那这前面第一个是说因为要为弥勒说菩萨行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龙树的说法就是在三藏里面啊啊，多数都是为声闻说的，就是说解脱道了。声闻就是解脱道啊，菩萨就是所谓的菩萨道。好，那我们很明显在三藏里面比较少看到所谓的菩萨道，如果有，那也是释迦佛过去的本身。那么未来佛是弥勒啊，那也还没有啊。那释迦佛过去的本身坛里面，那么在阿含经里面所谓的菩萨道也不多。好，那么所以这里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因为佛都是跟声闻讲解脱道怎么解脱啊。那并没有讲菩萨道，所以这里啊，般若经就是要为弥勒菩萨讲菩萨道啊。那我们知道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啊，就是释迦佛之后就是弥勒成佛。那据说是在啊这个人寿八万四千岁或是八万岁的时候啊会来成佛。那我们一般的认知就是，弥勒是修唯识法门的啊，我们一般因为我们受瑜伽师地论的影响，那因为据说这个无着到这个多帅天听弥勒讲唯识，然后下来啊，然后就有这个瑜伽师地论。好，那但是在初期唯识是比较中期后期的啦，在初期的般若经里面啊，般若经里面最早的道行般若。初期的大圣般若经里面，弥勒其实是主要是讲般若法门的啊。那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啊，就是弥勒一听到弥勒，就是弥勒是修唯识的，唯心是定的啊。所以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啊，那么不是被红卫兵打吗？打了之后去天上见到弥勒啊，弥勒为他说，弥勒为他说那个唯识。那么那个记也是唯识的，然后这个憨山大师啊，有一次做梦也是梦见到多帅天，见到弥勒，弥勒也是啊，就是也梦见弥勒，弥勒也是跟他说唯识。好，
那我们的印象就是弥勒就是修为士的，但是从佛法来讲，佛佛道同，般若是三世佛母，般若是三世佛母，一切佛都依般若波罗蜜而成佛，这个是不会变的，那么所以这个在初期的般若就道行般若经里面都是这样，而且早期的菩萨基本上最主要在般若经里面最主要的菩萨其实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就是弥勒菩萨，唯一的一个菩萨。好，我们来看依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讲，就是说现在多帅天说的是般若波罗蜜，那如果我们依瑜伽师地论的，或是依我们后来理解的，就是现在弥勒在多帅天都是讲唯识的，所以你修唯识的基本上都发愿，都发愿要升到多帅天，那么让你的唯识那么能够更能够清楚，那或是发愿以后到多帅天跟随弥勒。那么但是其实如果依般若经来讲初期的般若经来讲，弥勒在天上还是讲般若波罗蜜。好，那么当来下生的时候在灵鹫山也是说般若也就是佛道了。那么为须菩提说的为声闻说的也是般若那么为舍利弗说的般若，我们上一次有说到在般若经里面这三个主要的人物，佛当然就不讲，因为佛是说的嘛。三个主要的，一个是一个菩萨像归净三宝记里面就举出三个人来嘛一个就是弥勒另外一个就是舍利弗跟须菩提这个是在般若经里面比较常见到的。那么个别是在为须菩提说般若，弥勒为须菩提说般若，那么为舍利弗说般若那甚至这个如果有不懂的那舍利弗问须菩提，须菩提说那你要去请教弥勒类似像这样。好，那这个是在最早的般若经里面就道行般若里面，那么所有的译本总共有十种那汉译有七种，梵藏加起来三种，总共有十种。唯一参与般若问答说法的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好，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比较符合佛佛道同了不能说这个释迦佛是讲这个无常无我或是讲性空缘起的那未来佛是讲希望维持的或是讲这个如来藏缘起的，那这样就不符合佛佛道同的说法了。好我们来等一下来看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就稍微说明。另外来讲那因为他这里又有提到，这里面有提到一个问题点，就是说，他说这个佛于三藏中为声闻说法，不说菩萨道。好，那么他也讲在提到弥勒菩萨。这件事，当来成佛这件事的时候，《中阿含本末经》，那么即使提到弥勒当来要成佛，他也没有讲菩萨道。那这个我们上次说过了，《中阿含本末经》，弥勒跟阿育都是两个人，一个发愿要做转轮圣王，一个发愿就是罗王转轮圣王，他名字叫做罗罗的转轮圣王。那一个要发愿，一个发愿要做法王就是弥勒就是弥勒阿育多。弥勒跟阿育多，后来我们基本上是弥勒跟阿育多，一个是姓，一个是名姓氏，这个是无人胜，这个是慈氏嘛。在《中阿含本末经》里面，这个弥勒是发愿要成佛的。因为释迦佛在《中阿含本末经》里面说到未来八万四千劫的时候有转轮圣王出世，他名字叫做罗，罗王，就是未来八万四千岁的时候有些时候说八万岁，有些是八万四千岁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转轮圣王叫做罗
啊，就是罗王。那有一个法王啊，就是成佛的法王，那么叫做弥勒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可以，那经文蛮长的啊。那我们简单讲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当时有两个比丘，一个叫做弥勒，一个叫做阿逸多啊。就是佛在说《中阿含本末经》的这个时候，有两个比丘，一个叫做弥勒，一个叫做阿逸多。那么佛先讲啊，当后来人说八万世界的时候，有转轮圣王啊，叫做罗。那么这个阿逸多就发愿啊，以后我要能，因为还在八，那个时候人寿才100岁嘛，八万世界这才以后啊，就是未来啊会有法转轮圣王出现，名字叫做罗啊。然后这个阿逸多就发愿啊，未来啊我要成为罗王啊，就转轮圣王，然后舍去王位，然后出家修道得解脱啊，类似像这样啊。然后这个弥勒那。另外，未来会有一个人，人说八万四千岁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弥勒的啊，这个人成佛啊，那出家修行成道，就是修行成佛。那弥勒就起来说啊，那我未来发愿要成佛啊，类似像这样。好，那么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的做法就是把弥勒阿逸多算作是一个人啊，算作是一个人。好，那中阿含本末经的说法是这样。好，那现在是说啊，在本末经里面确实没有提到。好，那成佛到底解脱道大家都知道了，要怎么得解脱？就是一切定慧得解脱，断除贪嗔痴得解脱啊，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但是那菩萨道要怎么样修才能成佛呢？因为很明显的佛弟子是解脱的，佛也是解脱的，而且佛弟子的解脱是佛教他的。那一样都是解脱，但很明显佛弟子的能力，不管你是说法第一，不管你是神通第一，不管你是论力第一，你所有的第一到佛前，到佛的前面都微不足道，小巫见大巫。那我们就有一个观念，那一样都是究竟。如果从解脱这个概念来说，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都是究竟了。那一样都是究竟，那明显佛的究竟跟阿罗汉的究竟不太一样。舍利佛是智慧第一，但是有一些道理或是解脱的道理他知道，但是世间上有一些事舍利佛也不知道。目犍连是神通第一，但是跟佛比起来远远不如。所以这一些佛弟子，不管你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第一的，但是在佛前面你就远远不如。好，那么佛弟子心里面就会想，那一样都是要解脱，一样都是要修行，那我们未来的解脱有没有办法像佛这样的解脱，而不只是像舍利佛、目犍连、大迦叶这样的解脱？像这样的解脱已经很了不起了，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佛这样的解脱跟舍利佛、目犍连这样的解脱差别在哪里？舍利佛、目犍连已经是弟子里面最厉害的了。那舍利佛、目犍连跟那一些其他的人比较起来，比如说三迦叶里面就有一千个阿罗汉，三迦叶里面有一千个阿罗汉，舍利佛、目犍连的弟子就有250个，包括舍利佛、目犍连。那么舍利佛跟他的250个弟子一起都皈依佛成阿罗汉，但是这些人跟舍利佛、目犍连比起来，一样都是阿罗汉哦，一样都是三明六通哦，但是这些人跟舍利佛、目犍连比起来远远不如，舍利佛、目犍连跟佛陀比起来又远远不如。好，那么有一些弟子就会想，那么一样都是修行，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佛这样成佛得解脱啊？其实成佛这个概念，佛陀这个概念，照理讲舍利佛、目犍连，舍利佛、目犍连、大迦叶、阿罗汉也可以叫做佛。为什么？佛是觉者的意思，佛是觉者的意思。那么他们都是觉者，觉悟真理的人，都是觉悟真理的人。但是所觉悟的真理是一样的，但明显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还是不一样。所以佛是无上，舍利佛、目犍连、大迦叶、富罗那这一些还是有上，因为上面还有佛比他更厉害。好，
那后来大家因为对佛的怀念，慢慢就觉得，那我们现在修行要怎么样才能像佛一样，而不只是得解脱？好，那开始就有所谓的菩萨道出来了。啊，为什么？哎，我一样要修行，那我有没有办法像佛这样？那佛到底是怎么修行才变成这样子的？所以就开始追究，单单从佛的这一生还看不出来，所以要追究到佛的前身，所以有本生谈嘛。菩萨道叫做波罗蜜，波罗蜜是怎么样被推出来的？就是那从佛的这一生你看不到什么啊？从他成佛之前，他只修过禅定跟苦行，其他段上都是过王宫的生活啊。当然，你从这几年过王宫的生活，那35岁出家，29岁出家嘛，35岁成佛嘛，那29到35岁之间，大概可以说的就是修苦行跟修禅定而已啊，其他没有啦。那出家以前啊，当然他也有很多优良的品德啦，什么什么，但是这么短的时间，他所具有的这些，其他人也有啊，多多少少也有啊。那么，单单是因为这样就成佛了吗？就可以跟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哈富罗那、迦旃延那一些很厉害的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吗？啊，可能不是。所以就开始追究佛陀的过去生。那佛陀的过去生叫做本生嘛，本就是过去。好，那么他到底佛陀的过去生到底谁知道？那么开始就追究，那要像佛陀这样，要像佛陀这样，像佛陀这样的成佛，这样的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只是正等正觉而已哦，佛才是无上正等正觉哦，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所以发菩提心就是说，我要成佛，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其实是这样。好，那这种观念慢慢慢慢，尤其又是对佛的怀念，想到就算佛灭后还有那么多阿罗汉，大家还是很怀念佛，那么就希望能够跟佛一样，那么就去探讨佛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然后开始啊，那么开始有很多的所谓的本身啊，然后就是归纳那佛到底具足什么德行才能成佛，后来就归纳所谓的波罗蜜。那波罗蜜各个部派归纳的是不一样的哦，像受一切有部是4波罗蜜而已哦，有的是6波罗蜜啊，有的可能10波罗蜜，有的10几波罗蜜，哈，它不一样哦。就是说，到底成佛要具备什么样，一定必备的，我们说必备的、必修的，到底成佛必修什么样，必须具足什么样的德性特性？后来我们现在大圣的基本上是依大众部的。大众部有6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所以就不只有4波罗蜜，啊，那么就是后来就变成这6波罗蜜，后来后面又加4个嘛，愿力智啊这一些。好，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所谓的菩萨道的概念啊。好，那开始就有所谓的各个部派讲的还是不一样哦，就是要成佛要具备哪一些优良的品质、特质、特性啊，功德了，我们叫做功德了，啊，那不太一样，圆满哪些功德，各个部派讲的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说的基本上是跟大众部一样的，所以大圣很可能也是从大众部延伸出来的啦，啊，就是这样一直转化出来，也有可能啦，啊，我有这种可能性的讲。好，那现在说到那阿含经里面没有讲到菩萨道吗？好，那什么叫做菩萨道，啊，当然我们后来的菩萨道是6波罗蜜，啊，叫做6度，后来说色叫做6度4色嘛，啊，布施、爱与力行同事，然后又加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好，6度4色是一个所谓完整的菩萨道。那解脱道就很简单啦，啊，解脱道就叫做戒定慧，拆开来看就是37道品，就是你37道品都是在讲戒定慧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是解脱道的根本。好，那菩萨道的根本基本上就是什么？利他。就是利他，所以印顺导师有说了一个修行的一个核心，叫做尽心第一，利他为上。这个可以说是解脱道。那依大圣来讲，它还是共的，所以它叫做般若道啊，要依般若才能得解脱嘛。那什么叫尽心啊？清净心，心没有贪嗔痴，心无贪嗔痴，离贪嗔痴就是清净，没有贪嗔痴就是清净啊，其实是这样。
无贪嗔痴。那怎么样才没有贪嗔痴？就是阿罗汉才没有贪嗔痴。那贪嗔痴的根源是什么？这个上次我们说过了，根源是什么？我见我爱啊，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好，那重点在这里，这个其实就是菩萨道。那么依般若经来讲，就是什么方便道啊？就二道无菩提方便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啊，可以这么说了啊。啊，这个龙树把般若经里面的两方问答，那么也归纳为所谓的般若大公方便道、二道无菩提。好，那么在这个利他，所以菩萨道是以利他为上的。所以在讲到这个利他的这种概念里面，其实在阿含经里面讲的不多，但是不是没有，不是没有。我们说早期的经典里面，代表最早期的就是法跟律嘛，法就是修多罗跟律。那律里面也有说到，法里面也有说到，但是不多不多。通常都是怎么样所谓的静心自力，就是让自己烦恼怎么减少，你怎么样得解脱啊，怎么样照见五蕴皆空，观色受想行识，那么知道缘起，那么从五戒十善开始做起，然后就是他怎么样让你的心远离恶不善，然后让你升起智慧，有力量，有定有慧，然后再斩断这个生死的根源。好，那么你把生死的根源斩断了，正出果算是告一段落，那么你一定就近得解脱，你不会退堕了。所以佛陀时代有几个门槛呢、啊？就是修行的门槛，第一个就是先让你不堕三恶道，这是第一个门槛。先让你不堕三恶道，其实人大家都在问，那修行怎么修？啊，第一个门槛先不堕三恶道，因为我们是人，在六道里面或是五道，早期是讲五道了，大智慧里面有时候讲五道，有时候讲六道，它就是六道是独子部开始说的嘛，那一开始其实都是讲五道而已，啊，那独子部又把阿修罗别立出来，又变成六道啊，你看大智慧里面就有时候讲五道，有时候讲六道，那我们习惯讲六道了，我们就说六道就好了，好，那么人在六道里面，它是属于善道，啊，那其他的天跟人都是善道，啊，阿修罗北传把它列为善道，南传把它列为恶道，啊，所以依南传的说法就是四恶道两善道，依北传的说法就是三善道三恶道。好，那依佛法来讲，基本上天跟人才是唯一能够受持佛法修行得解脱的根器，天跟人，其他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都很难，都很难。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佛法基本上诵经啦、啊、超度啦、啊，都是超度这一些鬼道的众生，我们就会觉得做鬼要超度也很容易啊。我告诉你，那是我们自己想的。在佛法里面，你只要不是在人跟天这两个位阶，你要成就是很难的。你要成就是很难的，所以叫做八难里面嘛。那么天又比人难，天又比人难哦，因为天享受嘛，然后他那个心比较不容易发起来。人有意念圣、犯恨圣、勇猛圣，这三点都是对于解脱有帮助的特点。天人就是寿命长、福报大啊，那么这个他的身相庄严。那他的房屋大庄严，那这些享受的部分，这些跟解脱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啊，那解脱或是修行具足功德，天人就是福报嘛，他身相庄严，然后他住的宫殿大嘛，那比较没有怨憎会嘛，啊，然后寿命很长嘛，那没有老病啊，但是有死啊，就是比较没有老病，那么这一些苦比较少，但是恰恰是这一些让他不会发心修行，不能勇猛，啊，就是这样。所以佛法教我们修行有三个坎，就是三个门槛啊，你要跨过去。第一个就是要先让你，就是三个阶了。第一个就是要先让你不堕三恶道，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你要怎么样不堕三恶道？你要怎么样不堕三恶道？要没有三恶道的业，你要有了三恶道的业，
不管你持咒、念佛、拜佛，你都会堕三恶道。就算你是佛的儿子，你是佛的爸爸，你是佛的太太，你也会堕三恶道。如果你造了三恶道的业，你不能因为说我是佛的儿子，能不能优待一些，不要让我堕三恶道。在世间可以，你是国王的儿子，你是皇帝的儿子，你可以应该死罪，你不受死。在因果律上，在世间的法律上可以通融，在因果律上没有通融，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哦。我们很多人会误会啊，啊，我只要好好念佛、念观音菩萨、念普贤菩萨啊，然后我过去的罪就可以怎么样一笔勾销，或是怎么样重罪轻受。我告诉你，佛法里面，佛因果律里面，佛法再怎么殊胜，不能违背因果法则。再怎么殊胜，不能违背因果法则。如是因就如是果。再怎么不可思议，不能违反业果理则。这样的业就是要受这样的报，就是他如是业就如是报，啊，他没有办法说好，那我今天如果我今天杀了一个人，好，那怎么办？我怎么样才可以免除这个杀罪？杀罪是什么？杀的罪业是什么？短命多病。杀生的罪，杀生是一种业，这种业产生的果报就是短命多病，你未来就会短命多病。这个短命多病还不是正报哦，就是说真正的报要看你杀生杀的是什么，那个业的轻重。如果重的话，它的果报就是下三恶道，最重的是在地狱，然后从地狱出来会有短命多病，因为地狱的命最短，有时候一刹那一刹那就死了，死了又活，死了又活，要活好几次这样，那来就畜生，来就是恶鬼，就是这样，啊，那所以你说，那我现在造了杀业，我有没有办法免掉这个杀业的果报？在佛法上能不能免，或能不能消？我告诉你，没有，真的。那你说那怎么办？那既然都没有办法消，那我学佛还有什么用？有，因为你要知道业果的理则是什么？成熟才会受报，成熟才会受报。你不成熟，他就不受报。那你已经造了，你就不能假装看不见，或是你跟他想他没有，或是你用任何方法把它消除掉、磨灭掉它的痕迹，不可能。佛法的方法就是你不要继续做。你经过忏悔，那么他那个罪还是在，但是因为你有忏悔的心，因为你造罪的心跟你现在忏悔的心，未来要受果报的心是同一个心。你过去造罪的心，现在忏悔的心，跟未来要受果报的心是同一个心。好，所以你过去造罪的时候是无知的。你现在假设它成熟，如果你不相续做，它就不会成熟。不是所有的业都会成熟，这个普贤菩萨已经说过了，好，华严经里面已经说过了。假设所有的业都会成熟，那么进虚空不能容纳。很简单，如果所有的种子都会长成一棵树，所有的地球没办法容纳。你看看一棵松树就是做种子，还有其他的树呢？每一棵种子都可以长成一棵树的话，那进虚空不能容纳，没办法，一样，业也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那个业让它不成熟。那么第一个最好你就是不要造，你不要造，没有这个业，它就没有那个报。所以解脱道里面修行的理则里面，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去造这种业。会下三恶道或四恶道的业，你不要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戒。所以第一个叫做戒嘛，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个，我们稍微把这个讲一下，就是菩萨道跟解脱道的概念差别在为什么会有菩萨道了？讲稍微讲一下啊。那么解脱道基本上就是戒定慧了。那么一戒定慧灭贪嗔痴，习灭贪嗔痴嘛。
所以佛法叫做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嘛，熄灭这个贪嗔痴嘛。如果没有贪嗔痴，就不需要戒定慧。没有贪嗔痴，我们不会因为贪嗔痴受苦轮回，我们就不需要戒定慧。所以我们之所以勤修戒定慧，是为了要灭贪嗔痴，灭谁的贪嗔痴？灭自己的贪嗔痴啊。那主要是这样。好，那这个你要灭贪嗔痴，就是你要不受罪不轮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要不堕三恶道，你要保持在人天。所以你看正出国的人，人天七次往返，他绝对不会堕四恶道，不会。那么因为他一旦堕了四恶道，他一旦堕了四恶道时间很长，他那个影响力又很大。你看那个阿罗汉哦，这一世证阿罗汉，但是他前五百世都做猴子，他这一世就算证阿罗汉，他也会跳来跳去，他还有那个习气都很难改啊。那如果那个烦恼就更厉害了，烦恼就更厉害了啊，就是他会不断的造业，所以你就很难得解脱。一旦堕了恶道，你很难得解脱。所以佛法的第一个坎，就是第一个阶啦，我们就爬楼梯来讲，如果要跨过一个坎来讲啊，就是说他第一个坎或第一个阶，就是你要不堕四恶道，你要保持在人天的这样的阶位上。那怎么样才可以让你保持在人天？五戒十善，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你说我念那个灭定业真言，我拜那个三昧水忏啊，我做那个水陆法会，就会把我的罪消掉了？不好意思，没办法，你不能消去抹去你曾经做过的事，你只能让它不成熟。怎么样不成熟？不相续，没有相续的心，没有相续的行为，它这些就不会成熟。不成熟，你一直保持到你正出国了，他就不可能再成熟了。因为真的出国的人绝对不会再造三恶道的业，他会造业，但不会造三恶道的业，绝对不会。因此从此之后他不会再堕三恶道，不会堕三恶道，只是因为他没有，不可能再造三恶道的业。就好像一个清楚头脑清楚的人，没有发疯的人，那么他再怎么饿，他也不会拿大便来吃，一样的道理。那这个是你不堕三恶道的根本，就是你必须要证无我。但是还没证无我，没有般若以前，没有般若以前，你必须要有一个规范，不能跨越哪一条线。一旦跨越了，业一旦形成，就没有消除的可能。业一旦形成，没有消除的可能。你只能让它不成熟，你不能让把它抹除掉，让它变成不存在。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佛法讲的。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心力都用在要消除我们过去的业，错。我们的心力应该不要让我们再跟过去一样造业，不要让我们现在未来跟过去一样造业。那会造业通常都是因为无知，我不晓得这样做不好，我不晓得这样做会有这样的后遗症，又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智慧是唯一能够让你的业不成熟的力量。那么在智慧还没有得完全成就之前，定、调伏、戒、化范为规范，可以让你比较不会造业。其实是这样的，第一个坎就是不造三恶道的业，那么这必须要有智慧、正见，有。所以佛法讲修行的第一个观念，不是我好好念佛，拿着念珠好好念佛，啊，那么一直拜忏，不是。修行的第一个观念是要有正见，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先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怎样的善会有怎么样的善业，怎么样的善业会有怎么样的果报。正见有善有恶吗？有业有报吗？要先正见这个东西，这一点不知道，人家说这样做可以消，你就这样做，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能消，原理在哪里，做了之后有没有消你也不知道，
你只期望他能消，期望菩萨感应，期望奇迹出现。我告诉你，佛法不是活在期望中。我们的佛教徒多数是在期望中修行，在祈祷中修行，这样是不对的。佛法是正知，就是要觉照，你要清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如果这样做了之后，我会得到什么，你要清楚明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般若第一个就是讲这种事，智慧嘛，那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头过来讲。好，解脱道就是在讲这些事。第一个，不让你堕三恶道；第二个，你在人的基础上提升，因为人是一种果报，六道里面人是一种果报，所以我们这个叫做业报生嘛，有业有报嘛。那人的业报，人这个叫做业报生啊，人这个身体是业报生啊，这个无蕴身是业报身啊。那不同地方的人的业报身是不一样哦。那依佛法来讲，不只是黑人、白人啊，西方人、东方人，有这个南阎浮提、北俱卢州啊、西牛贺州啊、东胜神州，不同地方的人业报身是不一样，寿命不一样，国土不一样啊。好，那么这个人他是一个业报身。那这个业报生，依这个业得这个报。那是什么业形成这个报？五戒十善。五戒十善，你过去生的五戒十善成熟了，你受这个业报生。那么你在畜生道的业报生受完了，你在造畜生道之前，你有五戒十善，那么这个五戒十善成熟了，你从畜生道来成人。你从鬼道来做人，你从畜生道来做人，你从天上来做人，你从人中来做人。地狱来做人的很少，非常非常之少，几乎不可能。地狱要经过畜生或恶鬼道，那畜生道要高等畜生才有办法，低等畜生要做人也没办法。像蚊子啊、苍蝇啊、蟑螂这种比较低等，像狗啦、猫啦这种比较有可能。好，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业报是由五戒十善来的。但是既然是人，他就受到人这个业报身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叫欲界，叫欲界。那欲界就有欲界的欲望，就是影响，你就一定会受他影响。就好像你生在热带地方的人，他的影响就是他比较不怕热，他很怕冷。那一样是这样的啊。你像那个北极熊，如果从北极到台湾来，他一定会热死。动物园要一定要造一个冰库给他，那么他这种就是什么？他这种其实业报身有他的限制。那个鱼离开了水没多久，就是活不了；那个鸟进了水没多久，它也活不了啊。那么一样，就是我们欲界的众生最大的束缚，三恶道。我们不在三恶道，我们是人吗？只有人跟天比较能修学佛法。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是人了，不管你是从畜生道来的，从恶鬼道来的，从人再来的，或从天上来的，现在你都拥有人的业报，就是他现在是主导。好，那么你要掌握这样的，第一个，你不要再造三恶道的业。如果你是从畜生道来的或恶鬼道来的，你很容易再造三恶道的业，因为过去的因缘，过去的习气，很容易让你再造三恶道的业。就像你从监狱出来，你也知道监狱不好，但是你很容易再怎么样啊，再造业，因为你的因缘不那么好嘛，你的福报不好嘛，啊，你的习惯又不好，你的烦恼又多，你很容易再造业，啊，一样哦。所以不管你现在已经是人了，那么就算你是从恶鬼道、畜生道来的，你不好的习气，你果报不好，福报不好，但是你现在已经是人，表示说你过去还是有造善业的。还是有那个能力的，所以你要赶快掌握这种能力，你要掌握这种能力，那要怎么样让它相续？所以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让你的善相续，让你的恶断相续。
因为相续就会成熟，成熟就会受报，受报一旦受报，就算你是佛都要受报，佛都要有求罪报啊，金仓马麦之报啊，木建连都要被木建连莲花社都要被打死啊，迦留陀夷也是被砍头丢在厕所里面啊。我告诉你，就算你是阿罗汉，你都要罪一旦成熟都要受报。那你说有什么消罪方法？没有，佛法没有除罪的方法，只有除烦恼的方法，这个很重要。你不要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哈、啊，那请这个观音菩萨，请这个普贤菩萨念什么经、念什么咒来除我的罪？不是，我们 佛法最重要的不是要除过去的罪，是要了解过去是怎么造罪的，以预防现在跟未来继续造罪，因为这样会让业果成熟。已经成熟的，你不知道，你就会不断受苦，不甘愿，你这个心又会延续。所以，那不知道的就会不断造罪，那么你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有离苦的时候，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把心、把时间用到正确的方法。如果你要修行，你用了错误的方法，那么你怎么修、怎么修，得不到什么根本的效果。你说完全没效果也不会，就好像你吃止痛剂，你说没有效吗？有，暂时不痛，但也只是暂时不痛。那后来那个药变成什么？吃一颗、吃两颗、吃三颗还是痛，一样。你如果透过比如说祈祷的、期望的、感应的，就是像这样。所以你学佛的人一定要非常头脑要非常清楚，要把重点放在我怎么样不继续造业，而不是我怎么样才能够除去抹掉我过去曾经做的，不是这里啊。好，那现在解脱道里面最重要的，我们说第一个戒不让你堕三恶道或四恶道，定好。第二个坎了、啊，我们要讲到第二个坎了、啊，因为我们是欲界，我们是人，我们有人的烦恼，我们受人的限制啊，比如说我们要呼吸，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睡觉，反正就很多了。我们会有欲望。好，那我们怎么样？如果你一直是这样啊，你把人做好就好，把人做好顶多也是人，你不堕三恶道，可是不能保证你未来不会堕三恶道，你下一生不会堕三恶道，不能保证你过了五生、六生、七生一大劫之后不会堕三恶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因缘可能会让你堕三恶道啊，因为你的心性还不够强到都不会堕三恶道啊。那所以你必须在这个状态下让你自己更力量要提升啊。第一个叫做向善，就是离恶，戒就是向善，就是离恶，戒就是离恶，尤其三恶道的业离恶。所以佛法第一个是离恶，戒是离恶啊。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解脱道的了，离恶定，定就是离欲，定其实就是这个是向善，你先要有一个趋向，我要往我那个恶的不要，尤其是杀盗淫妄这一种会堕三恶道的尽量不要。好，那一般讲的详细就是五戒十善啊，那十非法。好，定，定就是要离欲，所谓的欲就是五欲，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束缚，你只要是欲界的众生，你就是有欲啊。最大的欲望将是饮食男女，但是这个都包在五欲里面，就是色声香味触啊，就是我们的六根呢、啊，啊，那你如果放逸它、放纵它，那么它就很容易会，它很容易就是不会离恶向善，而是离善向恶，它就变成离善向恶了。为什么？你为了欲望的驱使，你会离恶向善，那你会离善向恶，不应该要这样的，但是我受不了了，我没办法了，你就会离善向恶哦。在有在，比如说在条件可以的时候，你有钱的时候，你当然不偷不抢啊，不骗啊。可是你现在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
你爸爸妈妈要看医生，你儿子女儿要缴学费都没有钱，这个时候你开始就不会离恶向善了，开始就会啊骗一点没关系啦，偷一点没关系啦，反正怎么样，反正可以就这样了。好，那么所以在这个利益冲突底下，你开始就会怎么样？依这个欲望的束缚，因为这个绑住我了嘛。好，那么所以你必须要怎么修定，调伏这个欲望离欲。因为定是色界的，他对这个五欲哈，他对这个五欲没有那么看重，所以修行的第一个就是要少欲知足。他不叫你可以完全不要，没办法，欲界的众生，欲界的众生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束缚。叫你不要呼吸，可以吗？不行。叫你不要吃饭，可以吗？一天两天可以，一个礼拜可以吗？可能不行。一个月可以吗？可能不行。啊，就没办法。所以不是叫你不要，叫你少欲。所以你看出家三一一波，重点是什么？少欲知足。少欲知足，什么样的人最幸福？知足的人最幸福。好，那么所以第一个要修这个啊，少欲。这个是向上，就是提升。让你虽然是人，是欲界的人，但是你的格局、你的层次在人之上，不是像一般的人这样。啊，这个为了五欲，为了私欲，尔虞我诈，不会这样，啊，造作种种的业，不会这样。所以，它一部分你提升自己。那你有定的时候，因为定的殊胜比欲界五欲的殊胜更殊胜。你有了珍珠，你就不会想要弹珠，这很简单的道理。啊，你有了金，有了金链，你不会要铁链。但是金链还是锁住哦，但是金链锁起来比较不那么痛苦。好，这个是向上，但是即使是这样，你还没有办法，你还是会堕落。从天上色界天八万大劫，飞想天八万大劫，还是会堕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坎，第一个坎一定是什么？要离恶，不堕三恶道。无量寿经极乐世界的第一愿，阿弥陀佛的第一愿。我的国土没有三恶道。第二愿，就算你离开了极乐世界，不会堕三恶道。为什么？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吗？我告诉你，不是。不是阿弥陀佛说，因为你是我的人，所以我保证你不堕三恶道。佛法没有这种东西。佛法没有说，因为阿弥陀佛让你不堕三恶道，不是。因为你没有这个业，你去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没有造三恶道业的机会，没有造三恶道业的机会，所以你不会堕三恶道。你离开极乐世界只有一种原因，你证无生法忍。你离开极乐世界只有你证无生法忍才会离开。那证无生法忍的人绝对不会去造三恶道的业，所以他从那边离开不会堕三恶道，是这样子的。那所以你去到极乐世界，他怎么想办法让你证无生法忍，如此而已。好，那你不用去到极乐世界，你在这里就可以证无生法忍，是可以的。好，那这个第二个就是离欲，你一定要记住修行的三个坎哦。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你用很多方法浪费在错误的事情上，一辈子过去了，我告诉你，你也是没有得到什么啊，你也是什么都没有，还在期望啊，还在祈祷中过生活。在期望中修行，在祈祷中过生活，这个不是佛法，这个是第二个坎，离欲就是向善。我们先下课，等一下再讲。